有没有什么音乐？不下雨。天不下雨了呀。只有第一句是靠谱的。晴天。我目前为止就是遗憾，就是阳光还没有来啊！我快点等那个阳光来了，我好拍一点有阳光戏啊。咱们三江水库也是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九孔齐开。跑井标是什么意思啊？要放水了。哇，大坝放水，或者咱们回宾馆发现宾馆已经没有。宾馆已经没有。不就是我们宾馆旁边的大坝雨再下大一点。雨呢？雨本来就不够大。拍电影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